富邦勇士甜心血，林书伟热身赛亮相。前天输好才扮演延长赛杀手，昨天轮到看书伟表现了。本季加入 SBL 富邦勇士队的好弟林书伟，昨天在热身赛首战登场。同样主打控球后卫的他，在场上不时的与队友沟通，指挥进攻及防守。场边还有他的母亲前来观战。他此战上场约24分钟，攻下6分、3篮板、6助攻，还有3次超截。不过也出现了多达6次失误。中场富邦就以68-72不敌台啤。赛后他认为自己表现还 OK， 同时也期待另一名后卫陈山梅伤愈归队。另外值得注意的是，富邦本季以将近100万月薪找来拥有8年 NBA 资历的洋将贝伦，昨天也首度亮相，小试身手攻下11分、9篮板。SBL 本季多了这几位神力军，未来想必能替比赛增添更多的看头。董新闻综合报道。